这两个风扇看起来还是，这两个风，这风扇还是，这风扇，这风扇，它原本的风扇跟我新买的风扇还是有一点微微的差别啦，就是我们的这两个风扇，这旧的风扇，这灯原本的风扇跟我新买的风扇还是有点差别。你看这个排线，我们新买的风扇多了一条白线啊，不是只有正负极而已。这个白线应该就是可以让讯号回传，可以知道转速吗？还是它只是个接地？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多一条线。那我也测试过这里面的灯，这个三 pin 是12伏了，对，的确。那我也测试过这个正负极是12伏特的，所以它这里的风扇是12伏。那我一买一个12伏，如果你装了一个5伏上去，你整盏灯就准备风扇烧毁了。我们的叶片数量看起来也差很多，我们叶片的长短跟叶片的数量跟我们的马达的大小看起来也差很多很多，我们整体外观设计看起来也好很多了。反正我们就直接装上去，希望是有病好。哦，然后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是我们原还有另外一个，哦，我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原本的风扇线就是这么短，大概10公分吧。我们新的有点长啊，它这样绑起来也差不多，我们正确的长度就是差不多10公分，所以我应该是把这个松开一点点吧，就让它稍微松开一点，但是也让我们的线整齐，但是不要捆得这么紧，让那个。可能会发热啊，然后比较危险。我们稍微松开一点点。算了，我们就整个松开了，然后我们待会接回去，我们再最后整线好了。散热塔直接装回来嘞。做装回，
作搞定。好了，底座顺利装回来啦。好了，底座顺利装回来了。好，进入我们的整线，进入我们的整线时间。进入我们的整线时间呢。好，进入我们的整线时间了。你看，我们都有这么长的一条线，我们看我们要怎么绕，或者是怎么捆，比较不会碰到我们的散热片啊，就里面有一些好像。最后就是我们的整线时间，然后我们多出这么长一条风扇的线，我们看要怎么绕才不会去触碰到里面可能会发热的配件，像是有一些散热鳍片啊之类的，我们就避开它，然后想办法就把这个好好的绕在里面，就。
啦，搞定，就是把它绕在，好啦，搞定，我们就直接来，好啦，搞定，然后我们就直接来上定，听听看我们的声音到底变多安静。哦，那我们就直接上电，然后我们来看。好啦，那我们就直接上电，然后来听听看，到底森林有没有变安静？好了，频率不太一样，这样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大。频率是稍微不太一样啊，但是还是听得到，但至少不是那种恼人的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你们自己听。频率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啊，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低沉的。低沉嘛，就是比较干净的声音，而不是有各种频率，然后混在一起的各种噪音。这个是比较单纯的一个频率，会稍微好一点点啦、啊。